OK， 我们来看吧。这个是蔡二庆的鱼鳞，要去当金。一定要洗干净，要洗澡，没有颜色的，像这个就是还白白的。这个鱼鳞是很好的东西哦。不是还很脏吗？这个一定要吸很多次再干净，也是味道不会那么重。还好不错，很重哦，不要再来哦。二斤的鱼鳞，然后煮用30公升的水，这个我用30公升的水。开火跟滚再下去算时间，来看一下吧，看一下这个大概煮到6到7个小时哦。这个是2-4小时后就是随便这样吃，火也不能开太大，因为会扑出来，满出来的很难擦哦。OK， 我们来看吧，这个3个小时后喽。不要忘记拿来，怕下面超微露。这个我用小小的火，大的火怕那个水就一下子就没有了，因为这个时间还很久，还很长。然后等一下也是要准备一些东西，要放下去，加那个什么。锅底跟红糟放下去就可以了，开盖子 ，OK， 等1个小时后，来看吧，这个5个小时了，变成这样子。这样子，等一下，在1个小时我放锅气跟红糟。我们先准备了这个红枣，我用一碗红枣，要洗干净。这一种的，什么的都可以，枸杞，
这个边缘哦，是真的变黑色的。我也不知道什么，这个过期变成黑色的，这个是在冰箱冰起来，我们也洗一洗。是个红枣哟，给它剥开，这样味道才出来。我用那个吃不能不要丢掉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也没有吃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味道就会出来。好了，这个先不都试用好了，连这样子不用截断也没有关系，这样煮起来味道就出来。这个跟锅底放在一起，就变成这样子。来看吧。枸杞跟红枣我要放下去了，下去，因为这个就是不要吃，叫这个加这个馅味才不会那么重。再煮大概一个多小时，总共就是我煮六个多小时，最好是越久越好。OK， 再等一个多小时咯。哎，完全了，这个我煮几个小时哦。这个红枣跟枸杞的颜色就在里面了，颜色就很漂亮了。如果大家喜欢吃甜的，可以加冬瓜糖；如果不喜欢甜的，这样就好吃了。看颜色很漂亮。这个捞起来，这个不要用，这个也可以当废料。如果有那个种东西、种那个蔬菜啦什么的，这个先晒干，然后给它摸一摸，可以当废料。起来，
踩下去蹦一下就可以了，可以包一包的放在冷冻，然后要吃的时候再放在冷藏。OK， 好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不要忘记哦，按赞，然后分享给观众朋友看。不要忘记按赞，分享给观众朋友看。拜拜，我来，我们试试干喝吧。这个是我刚刚煮的鱼鳞，变成鱼鳞冻。如果放在冰箱，就是变成很像果冻那样，可是现在还水水的这样子，就是很像糖，可以很像鸡蛋那样啊，鸡蛋也是小米啦，试试看喽。咳嗽了，来，我们喝个，没有鲜味呢。如果你们喜欢吃甜的，可以加蜂蜜，也是那个冬瓜糖，就是有点甜的，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就 OK 了，很香，黏黏的，因为这鱼鳞里面就是很多，很好的东西，有蛋白质，胶原蛋白啦。对皮肤也很嫩嫩的，很香。我的皮肤，看，贝宝宝又咪咪。都冷掉了，可以包一包一包的放在冷冻。如果有吃的时候，先拿出来，然后用电锅下去热，热热的喝也很好喝，对胃也很好。现在我们要包一包一包的，我用这一种才不会那个硬的啦。这样子，如果要吃这下气热就可以了。先给我包好了，先将冰起来，冰在冷冻。这个是鱼鳞冻哦，这个就是用好的，昨天晚上我放冰箱，就是变成这样子哦。我们来切看看吧。硬哦。
看看，这个是真的很像果冻，或是这个用鱼鳞下去做的，也可以用喝的。如果大家喜欢吃热的，就是用下去热就可以了，像喝汤那样下去喝，我觉得味道也是 OK。用冰的这样子变成玉林冻也这样子也好吃，因为这个我没有加糖。如果大家喜欢吃甜的，可以加蜂蜜，还是加那个摘醋的时候可以加冬瓜茶、冬瓜糖，这样就比较甜，因为这个没有甜度。这个颜色就要用那个红枣跟枸杞娘，枸杞而已，不是你。我们做的就是，不好意思哈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学，谢讲国语，应该还不太 OK 啦。来，我要试试看吃这个玉林冻，这个没有味道的，因为我也是不喜欢吃甜的。吃甜的胃 会酸，这个也会过胃哦，过苦头，过苦头，就是很像苦头，真的很 Q， 很漂亮吧？来试试看吃这个玉林冻，这个我没有加什么东西，应该加果浆更好吃，那个。什么果酱，那个酸酸的那个很好吃，还是加柠檬吃也 OK。我们来试试看吧。真的完全没有咸味哦，很好吃。真的，这个对皮肤很好。后半什么都变不见了。好吃。短短短 ，QQ 的。想吃哦，可是我不给他吃。OK， 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按赞，然后分享给观众朋友看。OK， 谢谢，拜拜。